今天的大台北爬爬购单元当中，要带你来看中山区一家烘焙店推出的古早味布丁蛋糕。业者与弹珠汽水厂商合作，让布丁蛋糕配上弹珠汽水，留住消费者的心。最传统的布丁蛋糕有了新生命，师傅杨哲成把糖量减半，加入橘子汁，同时也将面粉改良，制作出来的古早味布丁蛋糕吸引了许多民众尝鲜购买。蛋糕我吃，我吃真久啊！这种的蛋糕哦，会使讲我这在吃足的啊，可以找无第二间会较好吃的蛋糕啊，这间。啊 ，Thank you 啊，那是哎，吃起来。比较绵密，比外面的好吃。这蛋糕很新鲜，咖啡很好喝，很香浓，蛋糕很绵密。我几乎天天来。这个蛋糕真的吃起来真的口碑不错，因为家喻户晓，都是透过朋友介绍再介绍，所以我们都很独钟啊，很独爱这家蛋糕店的蛋糕。它吃下去很绵，不会很腻的，很好吃。不少顾客冲着这一味而来，传统古早味经过杨哲成的巧手，有了新滋味。蛋糕本身的材料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有沙油、面粉、蛋黄跟蛋白，还有糖，还有橘子水这样，然后最后再撒上一些我们传统比较可口的杏仁片做装饰这样子而已。这怀旧的古早味布丁蛋糕，经过我们半年多的研发之后，以健康低糖为诉求。那本店呢特别引进了日本的低筋面粉作为主要的原料，能够让蛋糕的口感能更为的绵密更细致，享受那种简单幸福的怀旧古早味布丁蛋糕。其实轻布丁蛋糕的主要过程就是这个蛋白的一个打发的程度，那它打过发的话，它会造成蛋糕会变过于粗糙，它打太细的话，蛋糕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蓬松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混合的动作，它在混合的时候，它的速度一定要快，要一定就对。对，它不能太慢，因为打太慢的话，它等于说刚刚打的蛋白它有小跑了。对。做法大公开，改变的是食材。哲成追求古早味，特别与弹珠汽水厂商合作，推出优惠折扣。这个弹珠汽水呢，它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台湾最古老的弹珠汽水。对，那虽然现在的瓶子已经是改为塑胶瓶，但是它一样的。有那种气泡的效果，那非常的怀旧，搭配布丁蛋糕非常的融合。那我们这个月的周年庆的活动以外，我们的怀旧那个古早味布丁蛋糕特价只要69元，再送这个传统的弹珠汽水一罐，只要69元，非常的划算。开店一年来，得到许多消费者的支持。在生日当天，不止推出周年庆古早蛋糕优惠，更制作了一个大蛋糕欢庆生日，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祝贺，同时也要把这浓浓古早味的布丁蛋糕分享给消费朋友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